太好吃啦！哇，又要来了一只鸡腿。咦，妈妈还没有吃鸡腿哦。吃别的。要均衡，每一样都吃一点哈。啊，也要留给妈妈跟爸爸吃一下哦。对呀，大家要互相分享哈。我知道你很喜欢吃，对不对？这个那个，爸爸吃。这个有那么好吃啊？吃到一话都讲不出来了，原来都是妖怪惹的祸吗？二分之一哦。什么是二分之一哦？二分之一啊，你有去过那里呀？是哪里？二分之一啊，那个熊熊那里。没有。是谁带你去的？你呀。爸爸带你去呀。那你可以做一个小熊，可以这样摇屁股，那是太空熊。太空熊，那个熊熊好贵哦，4000多块夹克。哎呀，超级贵的。如果你本来是要买吗？我想说，如果是1000出头，贵一点就算了。但是我的预算实在是太有限了。哎呀，是一个小朋友的夹克，只能穿一年，4000多块，一点弄不讲完。你这个还有肉肉阿姨。咦，你刚刚不是说那个要给妈妈吃？对不对？你说过的你都忘记了。